哎，你今天怎么就泡一盒盒粉呢？就剩一盒了，给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来给你吃，你吃我看看就行。给。今天怎么这么好呢？现在吃饭不喊我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得明天啃着鸡骨头。怎么样，位置都给他留好了，又套路我。二傻子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哦哟，这个东西带得很。吃个东西，毛病真多。主播，吃吧。让我上。真不错。给你看看，夹着纸巾在手上油了。你别笑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太生气了。简简单单就是一单。骨头吃好了，轮到我喽。等会儿把你的碗筷都给刷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哪天不是我吃啊？看啥？我得想个办法吃到油包子。哎呀！你瞅你这么一急啊，快点！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可擦，往这还躺着。哎呀，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。还好还在，吓死我了。倩呢哪去了？看我怎么治你。哎呀妈呀，真酸爽。哎呀，整全身全是，哎呀。
肘子好像很好吃。我看你还嗓子夸张，真是高手！哇，真是高手！现收拾他。他怎么还不喝？难道发现了